天人交战很久啊，那我想，我也三天这样子来沉思哈、啊，那我想也基于对大高雄未来整个发展啊一个使命啊，那啊我大概心意已定啊，在心意已定，那我会在适当时间会宣布啊。所以您心意已定的意思是说，觉得还是会出来参选吗？是，会，对，会朝这个方向。啊、建党是他的家，只有家里的人才会真正的关怀他，只有。家里的人才会真正为他想，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杨县长能够有更周全的思考。当蔡主席用家的温暖说只有家人才关怀你来呼唤杨秀清，这是没有用的，因为碰到这种事情家人兄弟也都收台变外人给你抬更加厉害更加敢说，所以用家人呼唤是无效的。但是